事实上，在棒球比赛，就有的时候分数接近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些效果。这个球看阿雷索有没有机会，没办法拦截了。这个球即使接到也都不好处理，所以是一支安打。这个球如果是游击手来处理的话，会有一些机会；但二垒手来处理的话，他接传了会有一些困难。这个球有点受到挤压的情况下，这个球已经在游击区的这个区块里面了。二垒手来处理的话，因为移动太远，而且滚动的又比较慢，所以会变成一支内安打。这种球要是接到也不容易处理。